芦蒿又称水蒿、柳叶蒿、藜蒿等，为菊科蒿属植物，植株具清香气味。芦蒿主要分布于蒙古、朝鲜、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地，多生长于海拔800米至3000米的湿润地区。芦蒿主根不明显，具有多数侧根，根状茎稍粗，直径约为4至10毫米，嫩茎叶可凉拌炒食，根状茎可腌渍。芦蒿口感脆嫩爽口，营养丰富，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C， 可以有效地提高白细胞的杀菌能力，增强人体免疫力。芦蒿所含的硒元素对免疫功能具有显著的刺激作用，可促进 T 淋巴细胞核中性细胞数量的增加，从而加强破坏肿瘤细胞的作用。并且芦蒿还含有挥发性精油，有较好的开胃作用。此外，芦蒿丰富的淀粉含量在为机体提供热量的同时，也有着保护头脑、充当肝脏储备的作用。那么芦蒿适宜和哪些食物进行搭配呢？芦蒿和豆干搭配能够补充钙质，防止骨质疏松，促进骨骼发育。芦蒿和胡萝卜搭配可以提肝明目，改善贫血，还能增强人体免疫力。芦蒿和猪肉搭配能够补肾养血，滋阴润燥，对肾虚体弱、产后血虚等病症也有很好的作用。芦蒿和墨鱼搭配，推乳补脾，滋阴益肾等功效。芦蒿和青椒搭配，能够促进脂肪的新陈代谢，防止体内脂肪积存，有利于降脂减肥。在生活中，芦蒿还有哪些常见的做法呢？芦蒿炒香干、芦蒿炒培根、腊肠炒芦蒿、芦蒿炒肉丝、芦蒿炒墨鱼等等。